1000多帮女粉丝拿下256内存旗舰 XSM， 你什么预算？要什么手机啊？官网预算1000多，要个大屏拍照好的叉四。那你对手机的其他成色什么有要求吗？成色要好一点的，然后想要个白色的可以不？要白色的，白色的可能会比其他的手机要贵一点哈。我给你找找看吧。刚刚这个粉丝找到了 iPhone XS Max， 找的是这个白色的，这台的话只要1700就拿下了。像别的主播XS Max 一个64G的还要出2000多呢，网友直接给他找的是256G 的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成色吧，它要成色好一点的，而且我给它挑的这个成色，你们看边框，没毛病的哈，尾插也是很干净的，都是原装的，婉婉家只做原装的机器，还有这个背板，6.5英寸的 OLED 的大屏幕，平常看个小剧什么的呀，那观感真的贼拉爽。关于本机美版的 XS Max 256G 大内存的。 我们测试一下这个屏幕吧，先看一下手机的这个原彩有没有。原彩是有的，再拖动一个图标就滑动一下。像全面屏的这个手机呢，屏幕、相机和面容是极为重要的，我们测试一下面容，露出正常，面容没有问题哈。 行，简单的测试好了之后呢，现在给这个粉丝拿回去。还有这些的话，都是婉婉今天给粉丝带彩的，一招都带回去检测一遍。这些机器没有问题的话，今天就一起发走了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